你中了天煞孤星，和你在一起的男人没有什么好结果。你去死吧！嫁给我。那我现在是你未婚妻了。你不怕死啊？我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死，不然你们告诉我，我为什么要杀他们吧？人是你杀的，认罪吧。做探员期间。 两次立功，三次嘉奖，还没升职，你知道是为什么？因为你蠢呐！大家准备，你绝对不能再误打误撞。来办案还算耍帅了，你这个十三妈，你说什么呢？你打他一拳，他就废了。人是我杀的，人真的是你杀的。每个男人都看着我，你为什么要假正经呢？我喜欢男的。证据。 是不是他每样东西你都要抢走啊？我根本就没有抢，还是你最懂我。